工商由在地组织跟各地书店手工艺师一起举办的书流这里市集，展现了丰富人文风貌，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前往参观。孩子们在亲子馆专心的阅读，这里是书流这里的活动现场。除了有丰富藏书供民众阅读之外，特殊的地理环境也让到访游客意犹未尽。是成为之后可以周周举办这种，就是集结各地不同的独立书店，纪念在宜兰的乡亲朋友外，然后也希望在不管在花莲或是台东的族人们，都能够记住我们自己的根。活动有邀请了志工协助到访游客认识光复在地原民文化跟市集规划，同时让参与志工也受益良多，让那个不同就是不是原住民的人来这边也是可以体验到很多不一样的文化。活动所在地过去是放牧水牛以及种植甘蔗的重要传统领域，主办单位也希望延续过去三年的田野调查计划，透过书流市集让大家进一步认识在地人文历史。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以前老人家们种甘蔗的地方，然后也是他的从糖厂那边他们以前有洗那个工厂机器的水排放的地方，对，所以我们就是把这边跟甘蔗有关的故事呈现在这个市集的空间里面。这次活动集结了45个展示摊位，从书籍分享、族语歌谣到精美手工艺，分享花莲在地丰富的文化样貌。主办单位提到，透过这次市集也获得许多经验，未来将持续规划在地活动，创造传统领域跟在地居民的互动关系。记者高双双光复乡采访报道。